千元党拿下游戏神机。老板，你这有没有叉二呀？有啊，叉二。拿一台给我看看呗，164G白色的。我这粉丝呢，就1400的一个预算。1400预算是吧？对。啊，这个看一下。你这个是有配置锁的是吧？对。可以，来，兄弟们，靠近看一下，先看一下成色。这成色可以啊，这98新了呀。看一下尾叉，很干净哈。64G 的内存，我们简单的测试一下吧。看一下 WiFi， 可以连接到附近的这个 WiFi 的哈。看一下原彩是有的，这个是原装的机器，没换。换过什么东西吧？没有。你要是换过东西，我回家检测回来了，我就回来找你。有换过东西，你随时找我退就行了。我们看一下摄像头嘞，像叉的话，它是自带一种白色的一种滤镜的样子哈，很好看。你这个什么价给我呀？125吧。125，再便宜点呗，我多拿点货。真的便宜不了了，这个的话配置锁很难找的。那你有多少这样的现货呀？这个没多少，就几台，你要不要全部包了吗？都是这样的好货是吧？对，行，那你都给我打包吧，然后我回家再测一下，要有问题我回来退啊。好，随时打包吧。